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宇航员是探索宇宙的先锋人物，而在太空中记录数据是必要的。不过不要以为到了太空中一切记录都靠电子设备，对于一些简单的记录，宇航员还是使用笔的。然而由于太空中无重力，所以正常的水笔、圆珠笔根本无法进行书写的，铅笔是唯一的选择。但是铅笔笔芯容易折断，在失重的环境中漂浮，会飘进鼻子、眼睛或飘进电气中，引起短路。此外，铅笔的笔芯和木头在纯氧的环境中还会快速燃烧。太空事业缺少合适的笔，这让保罗·费舍尔与他的公司费舍尔笔业看到了机会，自掏腰包花了2年时间和花了约$1,000,000后，于1965年研制成了可在太空中使用并且不漏油、不褪色、适合各种环境下使用的高品质太空笔。那太空笔到底有着哪些特性可以受此重任呢？太空笔可上下颠倒拿着书写，甚至在水中也写得出字来，能够在真空无重力环境中正常使用，既能忍受150度的阳光直射，也能忍耐零下120度的太空冷酷低温。而为了应付缺乏重力的状况，其原理是采用密封式气压笔芯，上部充有氮气，靠气体压力把油墨推向笔尖。太空笔的油墨也很特别，平时维持胶状固态，直到笔尖圆珠滚动才会把它变成液态。写出来的东西不褪色，在强光照射下100个小时和开水中放了100小时都可以看清晰。而这种墨水的保存期限也是相当之久，能超过100年以上。装满这支笔的墨水量可以连续不间断地书写48公里，用不尽的墨水让你能写一辈子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